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英国的那个即时政啊，反正人家一直在有各式各样的猜想，反正也没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。他那个是在英国的沃尔特郡那边呢，也经常出现那个也是麦田圈出现最多的一个地方啊。我们来看一下子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子，我看到有一批旅游者啊，旅游者。有一位旅游者啊，感觉很高很高的旅游者，在这个地方啊，在看块地啊，有一位旅游者，在那边看，看看地，看看地啊，看了一片地以后，他就想，哎呀，我这边造一个建筑物啊，造个建筑物，这个建筑物呢，是通透的啊，我从这个角度看过去，从这个角度看过去。和从这个角度看过去，和从这个角度看过去，和从这个角度看过去，看过去啊，看到的视野是一样宽的啊，视野是一样宽的，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是公平的啊，是公平的，就那个视野是一样宽的啊，你随便从哪个门里看过去。在哪个角度看过去，从哪个角度看过去，从哪个角度看过去，从哪个角度看过去，看到的视野是一样宽的，这个视野是一样宽的，这表明是公平啊，这表明是公平的。它的要点，它的重要要点就是在每个观测点看过去，每个观测点看过去的视野都是一样的啊，每个观测点看过去的它的视野的宽度是一样的，你就是走远一点看过去啊，这个视野，然后你再换位置看过去，也是这个视野，也是这个视野，也是这个视野啊，这也是这个视野啊，也是这个视野，也是这个视野啊，是一样的啊，这就是它的特点啊，这个就是它的特点啊，然后旅游那些旅行者就知道了原来这个即时政啊，体现的叫宇宙大同，宇宙大同，也就是说人人平等啊，人人平等，那个视野是一样的，人人平等，人人平等啊。那么谁创造的呢？好像创造者告诉我没有必要告诉大家这个是谁创造的，但是呢，上帝告诉我们，上帝告诉我们要人人平等啊，人人平等，人人平等就体现在，体现在从哪个角度看过去，都视野是一样宽。从哪个角度看过去，视野都一样宽，从哪个角度看过去是一样宽。为了表示公平，上面还有衡量，公平啊，公平啊，公平啊，上面横着的，代表公平啊，代表公平，代表公平啊，啊，代表公平啊，代表公平啊。这个计时证代表的是公平啊，这个计时证代表的是公平。代表的是公平啊，这个计时在代表的是公平啊，是代表的公平啊，完完全全是水平的啊，公平代表的是公平啊，代表的公平，很多世纪过去了，人们呢还没有了解它的真谛啊，几个世纪过去了，很多的旅游者都到那边都还是没有，还没还是没有知道，还是不知道它代表的什么含义啊，代表的什么含义啊。现在告诉大家，这个含义啊，表示公平啊，表示公平。中间看过去，每个角度看过去，视野是一样的啊，代表平等，平等与公平啊，平等与公平啊，表示平等与公平，要表达的这个含义。然后啊，很多世纪过去了啊。又很多事情过去了，又很多事情过去了，又很多事情过去了啊！又来了一批旅游者，又来了一批旅游者。现在的旅游者是拿放眼去看，放眼去看，没看得出来啊。然后几个世纪过去了以后，然后人家用那个显微镜看，还是没发现啊。实际上用不着放眼镜，也不是，也用不着显微镜，你就找个角度看过去，呀，视野是一样宽。啊，看过去视野是一样宽啊，看过去视野是一样宽，看过去视野是一样宽就可以了啊，这就是要点。另外上面的，三个平衡的啊，那个就表示平等，表示平等。至于谁造不重要，
因为啊，是上级创造的，所以啊，在这边没有必要再去追究这是谁创造的啊。直接答案已经告诉大家了啊，是啊，好啊，就这样了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